Ragnar Lothbrok lies dead in the Northumbrian dirt. Veins choked with Anglo-Saxon wrath and viper's venom. Revenge was swift. His sons laid waste to the British Isles, splintering the land and slaughtering all who opposed them. The Viking horde swept west, an insatiable force that brought Alfred the Great to his knees. But some men can only be pushed so far. The year is now 878 AD. Whilst Norsemen settle land they once pillaged, Alfred of Wessex seeks to unite the Isles under one banner. But here stand a new wave of the ambitious and hungry, ready to stake their claim to Britannia. Kings will rise. One will rule.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姆希。那么今天我们全面战争传奇不列颠王座呢正式开坑啊。那么在开这个正式的攻略坑之前呢，我已经是直播打了有段时间了啊。我的其中一个这个威尔士的党呢已经是占了全图有五分之三了啊，基本上是要通关了的啊。那么现在的话呢，给大家来做一下这个攻略的视频啊。那么在我做这个攻略之前的话呢，我是看到了一则这个消息啊，就是游戏制作方啊听取了这个玩家的意见啊。玩家怎么说呢啊，就是说这个游戏啊难度太低了啊，越打到后面的话呢越轻松啊。其实我自己玩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感觉啊，只有初期啊，比方说这个粮食会比较紧张一点，部队会出的少一点，而玩到稍微到中期一点点啊，你稍微打几个城，打一下几个敌人的几个行省，占几个资源点，这粮食的话就爆上来。那么粮食只要多了，军队一爆上来，难度就急剧下降啊，急剧下降。那么对此的话呢，游戏制作方的话呢是推出了一个测试补丁来提高游戏难度啊。这个消息上面说的话呢是周二会出一个测试的这个版本啊。那么今天我来做这攻略视频的话呢就是周二来做的啊。理论上说的话应该是更新了的，不过的话呢我看右上角的这个版本号好像是没变啊，好像是没变啊，所以说不太清楚啊，希望的是更新过了，这样的话难度会高一点啊。好，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战役走起啊，新战役啊。那么根据我给大家做了那么多代全面战争攻略的这个传统啊，每次呢开启一个这个全新的这个系列之前啊，都要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游戏的历史背景啊，这个给大家表明一下这个历史脉络，对不对啊？这样的话呢大家看起来的话呢不会那么的一头雾水啊，毕竟对于这个不列颠的历史啊，大家应该大部分人的话都不是特别的有兴趣去了解，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这边的话呢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下梳理啊，简单做一下梳理啊。我们游戏的话呢是发生在这个不列颠群岛啊，那么主角的话不用多说，肯定是阿尔弗雷德大帝，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呢就从这个不列颠岛啊，不列颠岛或者说不列颠群岛的这个历史开始给大家说起啊。那么公元一世纪到公元五世纪这数百年间啊，大不列颠岛东南部啊，也就是这一块啊，都是为这个罗马帝国统治啊。而到了这个公元410年的时候呢，日耳曼的西哥特人啊是围攻了罗马城啊，在城内奴隶的配合之下啊，打开城门啊，攻陷了罗马，然后呢将罗马城可以说是这个劫掠一空啊。那么从此呢罗马帝国呢也就放弃了对于不列颠的统治啊，这个收缩兵力嘛啊，集中力量将原本派到不列颠岛上的这个官员还有士兵呢全部撤回本土。那么到了公元五世纪的下半叶啊，日耳曼部落呢就纷纷的涌进了不列颠啊，也就是昂格鲁人、萨克逊人还有朱特人为首的这么一支日耳曼部落啊。其实有很多种族了啊，这三个的话呢只是最主要的。那么这些人种和原住民长期融合之后的产物呢，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昂格鲁、萨克逊人了啊。那么现代的英国啊，或者说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就认为啊，这个昂格鲁萨克逊人啊，就是他们的祖先。这些昂格鲁萨克逊人呢，通过战争啊，是打败了原住民凯尔特人啊，将他们赶到了一些这个犄角旮旯里面去啊，比方说爱尔兰啊，或者说是一些高山林地里面去啊。那么凯尔特人里面呢，就涌现了一些这个传奇人物啊，就比方说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啊。
这个就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啊，率领着凯尔特人抵御这些外敌入侵的啊。那么在昂格鲁萨克逊人征服不列颠之后呢，这个地方跟大家说清楚啊，这个所谓的征服不列颠啊，不是把整个不列颠群岛全占了啊，是不包括爱尔兰那一块了，还有不包括最北边那一块了啊。那么征服之后的话呢，是建立了十多个小国啊，而后呢又合并为七个王国，由此开启著名的七国时代啊。那么提到七国时代的话，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啊，这个《权力的游戏》中的维斯特洛大陆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是借鉴了这一时期的这个历史啊。那么七国时代呢，是从公元的五世纪啊，一直持续到了公元的九世纪啊。那么到了公元829年啊，维塞克斯王国啊，我们之前 CG 也提到了嘛，维塞克斯，其实呢，维塞克斯王国呢，就是这个战役里面的啊，西萨克逊。而游戏呢，就是讲述了九世纪末期啊，英格兰遭受这个维京人入侵之后啊，维京人不是在这儿的吗？啊，然后从这边杀过来啊，杀过来，群雄并起，争夺不列颠岛霸权的这么一个故事啊。那么这个 Viking 啊，就是这个维京人的话，从850年啊就开始这个入侵啊，大概呢也就用了20年的时间啊，就横扫了、啊、除了这个西萨克逊王国之外的啊其他昂格鲁萨克逊王国啊，并且呢迫使这个诺森布里亚啊。那么诺森布里亚是谁呢？啊，大家看到这个东西没有啊？在 Viking 大军里面啊，有一个诺森布里的势力啊。为什么他不是七王国，而是变成了维京大军呢？就因为啊，他已经被这个啊这个附庸了啊，附庸了，并且呢还不止他一个啊，还有这个东昂格利亚，还有这个莫西亚王国啊。这个莫西亚的话呢，其实现在还有，大家看到没有啊？只不过在游戏里面啊，他还没有被沦为附庸啊。那么我们这个游戏的开始年份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啊，大家看一下，是公元878年啊，这是很有讲究的。为什么呢？这一年啊，阿尔弗雷德大王呢打赢了著名的爱丁顿之战，就是对抗维京人的战争了啊。那么这一战之后呢，维京人啊就没有再对西萨克逊的领土呢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啊。在这一年之前啊，这个阿尔弗雷德的话呢，跟这个维京人也是对抗了多年啊，包括他的父亲啊都打了很多年。然后的话呢，阿尔弗雷德也是这个输了很多场啊，输了很多场。但是呢，到后期啊，慢慢的呢，就是开始胜率提高啊。那么到这个878年呢，就打赢了这场很著名的战争啊。那么这仗打赢之后啊，这个阿尔弗雷德的话呢，也就渐渐的啊，就从这个西萨克逊之王啊，就成为了昂格鲁萨克逊之王啊，成为了我们这部游戏的主角了啊。说了那么多啊，好像把这个阿尔弗雷德捧得很高的样子啊。但是呢，我们并不做这个阿尔弗雷德大帝啊。那么为什么呢？原因有二啊，原因有二。第一啊，难度比较低啊。大家看一下这个阿尔弗雷德的话，大家如果玩过的话就知道啊，一进去你的这个领土啊就非常的广阔，有很多城很多部队。完了之后的话呢，阿尔弗雷德本人啊是传奇人物，他有一个特殊属性传奇人物，并且呢自带是十格统帅啊，真的是太强了，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太强了啊。那么也就是说别人在点统帅的时候的话，他已经可以点别的技能了啊，就很变态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国力就不用说，肯定第一名，对不对啊？而且呢派系难度也是简单啊，所以说这个可以说综上所述吧啊，这个阿尔弗雷德呢太简单了，或者说西萨克逊啊太简单了啊，他还有很多的盟友，还有附庸国什么之类的。那么第二个原因的话呢，就是做阿尔弗雷德的这个 UP 太多了啊，大家网上随便搜一下，基本上这个全民人人传奇不列颠王座啊的这个视频啊都是阿尔弗雷德，这个太重复了，对不对啊？我相信大家的话肯定想看一些这个新的势力啊。那么既然你们对不对都做了这个相对正统的阿尔弗雷德，那么我啊阿姆西就一定要做这个反派啊，对不对？那么相对于英格兰诸王国的这个反派啊，大家就懂了，对不对啊？那肯定是 Viking 啊，这个维京大军啊。那么我们这边看一下，它有两个维京啊，一个呢是维京大军，一个呢是维京诸海王啊。那么这些派系里面的话呢，论困难，大家看到没有？这边有一个诺森布里是困难的，而维京诸海王的话呢是两个普通啊，两个普通啊。那么按照我的尿性，我肯定是玩困难的，对不对啊？就是在同等条件下呢选择个最难的，对吧？然后其实呢这些派系里面啊一共就这么十个派系，大家看到没有啊？一共就这么十个派系啊，十个派系里面呢一共就只有两个困难的，还有一个困难呢就是这个斯特拉库特啊。那么这个党的话呢就是我啊这个周一和周四直播的那个党啊。我们周五六天的话还是直播的那个战锤的那个单人档啊，因为其他有事儿嘛，现在我都是直播单人档啊，就是 SFO 嘛。在我的14那个直播档里面的话就是玩了它啊，已经是占了五分之三了啊，已经占了五分之三了，这是第二个困难档啊，就没有别的困难的了啊，其他的要么简单要么这个普通啊。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就给大家玩这个维京大军困难的诺森布里，也就是原本七王国之一啊，现在呢已经是被这个维京人占据啊并且定居下来的这个派系啊。
这个领袖的长相我就不提了啊，这个是熊猫领袖啊。难度的话呢，它是可以单独调的，两个是可以单独调的啊。我们还是照例啊，双击难啊。维京大军席卷了昂格鲁萨克逊王国诺森布里，如今这里已经归他们所有，都城定于艾弗维克。去年哈夫丹拉格纳松不自量力战死之后呢，古斯弗利德取而代之，成为诺森布里之主啊。而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个派系难度高的原因啊，就是成名不忠啊。你这个新王上线嘛，完了之后的话呢，那个声望也不高啊，就经常会导致这个手下的那个忠诚度很低，忠诚度很低，他就可能会引起反叛啊。具体的我们继续再说啊。据说古茨弗利德曾是奴隶出身啊，故此更看重维京人和英格兰的居民血脉融合啊，但他仍是一名维京人，血管中流淌着战争的血液啊。那么这句话呢，就是表明了一个派系的一个玩法啊。什么玩法呢？就是他要平衡，大家看这边的文化特性啊，他要平衡这个英格兰人和这个你的军队，就是维京人啊，这是比较麻烦的啊。大家我们继续看一下。那么我们这个维京大军啊，或者说这个诺森布里的这个文化特性的话呢，一个是收入啊，就劫掠和洗劫占150%啊，然后面对宿敌昂格鲁萨克逊人的话呢，会得到士气的加成，这个东西比较矛盾。为什么说呢？因为如果你打昂格鲁萨克逊人或者说打这个英格兰人的话呢，这个会有一个减益啊，然后这边的话呢又会有个增益啊，就会有一个这个矛盾点啊。然后这里的派系特性大家看一下啊，拉格纳的遗愿啊，就是原来那个王了啊，维京军阀拉格纳为昂格鲁萨克逊人所杀，为拉格纳复仇吧啊，这个老王被这个昂格鲁萨克逊人所杀，而你呢又想让这个英格兰人啊和你这个部队这个寻求平衡，想跟他们搞好关系啊，你这不显然要被推翻，对不对啊？所有的部队冲锋加10%啊，终于有一个靠谱点的属性啊。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他起兵不咋地啊。他强的是什么？他强的是持斧步兵啊，因为毕竟是维京人嘛啊，持斧步兵比较强，他可以招这个狂战士啊，所谓的全面发展的步兵和强大的诺森布里亚矛兵啊。那么作为维京人的话呢，肯定是这个斧兵比较强的，对不对啊？辅以一点点的这个剑兵和矛兵啊。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我，对不对啊？我喜欢用骑兵，所以说的话，我们这个派系的话还是会用骑兵的啊。毕竟啊，我们这个全战的话呢，兵种很少，如果你不怎么用骑兵，那每一场仗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啊？都是一样的啊。好的，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啊。这边的胜利条件的话有很多种啊，短期征服、长期征服、短期声望、长期声望、短期王国、长期王国，还有一个终极胜利，就是消灭这个维京入侵海盗，就像这个混沌一样啊。他们从南边过来的啊，这个我们都不管啊。为什么呢？那我肯定是把这个全图占完的，对不对啊？熟悉我的观众应该都知道啊。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Ragnar died here, killed by an English king. How fitting that we now rule his lands. For 10 years, the great army ravaged England before we settled the conquered lands of Northumbria. We have carved out a kingdom of our own on an understanding between Viking and English. But it is a fragile alliance.Requiring the right king to lead it. If we remain strong, all of England lies open before us. If not, we will follow Ragnar to his grave. No one knows how long the current peace will last. Use the lull in hostilities to build your strength.Combine Viking might and English resolve to make Northumbria the greatest kingdom these isles have ever known. One of your armies is based at your capital as a defensive force. Your other army is ready to deal with the rebels in the north. This rebel army must be put down before you can expand your reach.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啊，消灭这个叛军，获得五回合的这个所有地区五格的公共秩序的这个增益啊，这个 buff 非常的重要，前期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这边先让这个小姐姐先退场啊，因为这小姐姐的这个长相实在是有点对不起观众啊哈。那么这个 buff 为什么重要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游戏的这个公共秩序的介绍，大家仔细的观察一下啊，你会发现它和所有的全面战争都不一样啊，它的这个公共秩序只有正和负两种情况。啊，两种情况啊，这个只要你是正的，那么爆发这个叛乱的概率就是零，
只要是负的，那么比方说负一，那就是负一的这个爆发叛军的概率。那么如果是负99，那自然就99了，对不对啊？所以说的话呢，公共秩序啊，你只要保证是正的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得的特别的高啊。当然了，你玩到后面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啊，公共秩序的话其实还挺难压的啊，因为加这个公共秩序的这个建筑啊，加的本身就不多啊，那么几点几点的加啊，更多的话呢还是看这个总督啊，或者说是这个人物啊。那么这一代的话呢，这个总体啊基本上就是用这个阿提亚引擎做的啊，然后跟查理曼呢也非常的相似啊。这里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机制啊，我们从上面开始。第一个金币啊，没什么好说，就是钱了，对不对啊？那么第二个粮食啊，那么粮食这个系统的话呢，是我这一代啊最喜欢的一个点啊，最喜欢的一个点。因为大家都懂嘛，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不对？如果你一个国家只有金钱这么一个这个资源指标的话呢，显然是不合格的啊。多一个粮食的话呢，这个整个国家的话呢就更加的立体，更加的这个可玩性更高一点啊。当然了，大家如果玩过就知道啊，这个粮食这个东西啊，前期很缺啊，到中期你稍微扩张一下啊，随便打个这个什么港口啊，什么这个农田啊，一下长几十根啊，长几十根啊。那么这个粮食如果你是正的话呢，就加补员啊，如果你是负的话呢，就会减补员，并且的话呢会减这个公共秩序。然后的话呢，我们部队里面跟这个粮食呢还有直接相关的就是这个补给啊。那么这个补给的话呢，如果你是正的补给，就这边它会有很多因素嘛，如果是正的话，比方说在自己的国家之内啊，或者说你驻扎呀，或者说你这个粮食比较充裕啊，这样的话呢补给条长得就比较快啊，那么士气的话就比较稳定。如果你的这个补给条啊，就是比方说在这个国外啊，或者说你的粮食不太多的情况下，那么这个补给条呢就会减。那么一旦减完了的话呢，你这个部队的话呢就会掉血了啊，大概就这个意思。然后的话呢，每一个兵的话呢，初始都是占10格粮草，大家看一下是10格的粮草啊。那么到后面点完一些颗粒之后的话呢，它会需要这个11、12，那后面的话会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啊。那么基本上也就是前期缺粮了，后面就不怎么缺了啊。然后看下一个的话呢，叫做战争热情。简而言之啊，这就是一个防止你疯狂扩张的这么一个限制玩家的东西。你打的越多，那么边境战争这一条的话呢会减得越厉害，那么你的这个公共秩序啊就会减得越来越多啊。我这个负70我也减过啊，就基本上会减5格还是6格的来着呢，还是4格的公共秩序啊。然后的话如果是正的话，有加公共秩序，加声望，这个加士气啊。像我这种这个扩张狂啊，这个肯定是负的，这都没什么好说的啊。然后的话呢，再下一个是这个维京之王英格兰啊，旁边还有一个这个维京之王军队啊，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派系独有的啊，独有的。那么你要在这两个地方呢，这个寻求一个平衡啊，一个是跟英格兰搞好关系，一个呢是这个到处征伐啊。前面这个的话呢，如果你打英格兰，大家看一下，如果你打英格兰的话，它就会减。那么减的话，这个东西的话会降低跟他们的这个外交，看到没有啊？这个完了之后还会减一格的公共秩序啊。然后旁边这个的话呢，如果你打架打得越多啊，那么这个点数就越高啊，这样的话呢可以这个降低你的维持费用啊，等等等等，会有一些的这个增益啊。这个我基本上不用管啊，因为我这个一直打架嘛，战争狂啊，所以说这个不用管。就这个东西比较恶心啊，为什么恶心呢？因为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西南角的这个家伙啊，就是这个莫西亚啊，他就是这个英格兰的啊。那么你打他的话呢就会减这个条啊，但是呢你不打他也不行，为什么呢？他会打你啊，他大概没几回合就会打你的啊。这个他看你的这个国土啊比较虚弱啊，他会过来干你啊。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话呢会先打这个家伙啊，一个是这个家伙，还有一个是这个家伙啊。这个家伙的话我们打一个城，打一个资源点，完了之后的话让我们的盟军过来打就可以了啊。那么提到资源点的话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一代的话呢别看他啊好像地图对吧，哎，这个一个不列颠做了那么多的地方对不对啊，看起来好像城很多，其实呢除了啊每个行省的首府是一座城市之外，大家看一下啊，其实呢也不能叫城市了，好像不就是个村吗？木墙村啊，连石墙都没有啊。但是呢这一代的这个工程站啊，就城市啊，在里面做的很漂亮，好多层城墙啊，是真的好多层城墙，跟幕府似的啊。但是呢除了这个行省都会呢，其他的这些地方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这是个矿场啊。这种地方的话呢都是啊没有墙的，也是没有驻军的，大家看一下，这边也是个矿场，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个矿场，然后这边看到没有，这是个修道院吧，对，修道院啊。然后还有一些是什么这个渔场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么这些资源点的话呢，都就是说这些城啊就不叫城了，就叫资源点了，或者说叫村吧，反正是没有驻军没有城墙的，只要有一个部队进去，哪怕是一个将军也可以把你占掉啊，也可以把你占掉啊。所以说的话呢就引申出来 AI 的一个非常恶心的战法，就是说他跟你开战了是吧，然后的话他会叫一些这个
单个将领去到你的背后，或者说 到你这个部队照顾不到的地方去占领这些小资源点，特别的恶心啊。还有叛军啊，叛军如果刷到这些地方的话呢，也会直接占掉，就是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的啊。不过相对的话呢，我们也有应对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招兵啊是顺招的，这也是我们这个游戏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或者说是一个改变吧，也不是说亮点啊，一个改变。那么这里的话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一方面的这个演示，一方面的话我们也本来就要做这部事情，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这个将军啊，就是跑，这是我们国王啊，我们先跑到这里面去啊，不打旁边这个叛军，先不打啊。为什么呢？我们先招一个两队骑兵，先招两队骑兵啊。那么为什么招两队骑兵不招三队骑兵，或者说不招一队呢？也是有讲究的啊。那么这位大家看到没有啊，我们招兵的话呢就是顺招，但是招出来的兵啊它不是满血的啊，它不是满血的，而且的话呢招兵大家看一下，它是有一个这个募兵槽的，或者说募兵池啊，你这个招完的话就不能再招了，你只能等它这个补充，大家看到没有，它有个补充概率啊 12% 啊，然后呢你可以通过科技呢来这个增加这个概率。那么这边的话呢再要说一下为什么要招两只啊，招两只的话呢为了后面打这个叛军用啊，那么不招咱是打不过吗？也打得过，但是的话呢会比较伤。那么因为的话呢，我们这支部队里面一开始没有骑兵，而且的话呢这支叛军里面我跟大家说啊是一个T3 的将军卫队，并且是自带三级，而我们这个国王啊是混得真的惨啊，我们这个熊猫国王啊本身自己是一个 T1 的，大家看到没有， T1 的将军卫队，并且的话呢是零级啊，零级没有任何的这个攻防什么之类都没有啊，所以说打的话呢如果是跟他将军卫队正面单挑的话呢是会死得很惨啊，所以说这两队骑兵我们打起来的话会轻松一些，然后的话顺便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招兵的这么一个系统啊，这么一个系统啊。好的，然后我们继续往右边看啊，然后这边的话呢有一个领袖的影响力啊，这个现在是四格加了一格声望值啊，这个影响力的话呢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一代的话呢这个主内政啊，它军事其实做的挺一般的，主内政一方面的话就是粮食对不对，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家族树啊，这家族树的话呢这个先不提吧，因为我们这个将军下面一个成年儿子都没有啊，一个成年儿子都没有啊，毕竟是刚当上国王没多久嘛对不对啊，老国王刚死没多久啊。那么他的话呢这个现在是五格影响力，这影响力非常的低啊，非常的低啊。从哪里看得出来呢？从你手上人的这个忠诚度你就看得出来了啊，很多二看到没有啊，我们这个派系难在哪儿，就是我们这个新王登基啊，这个声望值又不够高啊，手下人呢对你爱答不理，就这种感觉啊。那么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话呢，我们手下有一个另外一支部队，大家看到没有啊，这个家伙是八格的影响力，看到没有，功高震主，大家看到没有，下面有个特性里面啊，功高震主减了一个功啊，不对，减了一个就忠诚度啊。那么这个忠诚度的话呢减完之后大家看一下它就有两格了啊，那么两格的这个忠诚度的话呢其实还好啊，我们的这个忠诚度的目标的话就是保持所有的人啊都在两格以上，包括两格啊，包括两格啊，一的话呢比较危险，零的话呢是肯定叛乱，所以说的话保持两格以上啊。那么想要这个维持这个忠诚度的话呢其实也很好处理了，就是这边大家看一下这个派系里面啊，点进去啊，这边有一个总督与封地，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个封地系统啊。那么这个封地系统的话呢其实也很好理解了啊，因为现在的话呢是所谓的黑暗中世纪啊，那么比方说我们手上有一个将军是 A 对不对，那么打下一个城堡 B 啊，那么这个 A 啊自己觉得啊自己这个功劳很大啊，国王的话呢应该把这个 B 这个地方封给我，或者说另外给我找块地方封给我，这样的话呢我才会觉得国王这个重视我对不对，我才会忠诚度才会高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啊。然后的话呢这个封地啊不只是可以给你自己的这个将军加忠诚度啊，还可以呢给自己加这个影响力，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拥有领地或者说拥有封地吧都会加就是影响力的，如果你影响力比大部分人都低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忠诚度全部都要归零了，就很容易 就全部都叛乱了啊。所以说这个将军或者说是我们的国王啊，我们国王的这个影响力的话呢是一定要保持好的啊，一定要保持好的。那么这里的话呢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忠诚度啊，有三个二啊，有三个二两个三，其实的话呢不需要给这一个封地，现在有一个封地啊不用给出去啊，一旦给出去的话他们忠诚度加个一两格，然后你自己影响力的话掉一格，得不偿失啊，得不偿失啊。好的，然后我们继续往右边看啊，然后呢在右边的话就是我们诺森布里的这个特性了啊，收入加 150% 啊，种族加成啊，还有什么加事情什么之类的啊。好，然后我们再往右边看啊，目标的话呢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个就是胜利条件了，这没什么好说的。再右边经济啊，那么经济的话呢在我们这一代的话呢是很重要，就是这个税率啊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啊加经济的这个建筑啊加的很少啊，真的挺少的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主要呢是调节税率来这个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收入还有我们的粮食产量啊，因为的话你看一下比方说我们调高一格，看到没有，拉到较高之后呢我们这个粮食加 25% 的，然后呢公共秩序减4，全部减4啊，它一段的话呢就是25%25和4，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最高的话呢可以挣到50然后减8，然后后面这个的话是负50%然后加4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哦，也不一定是四啊，因为这个如果是降税的话呢，是加二，看到没有？哎，是加二啊。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给它拉到这个较高啊。经济的话呢是多了，大家看一下，是多了400块钱。大家发现没有？多了400块钱啊。那么为什么要调呢？啊，就是一开始的话呢，经济很重要，你多点钱的话呢，造点多造点建筑的话呢，这个可以早点享受到这个建筑带给你的这个增益效果啊。而且的话呢，它带来的这个公共秩序的减益的话呢，也不用太在意啊，因为的话呢，我们待会儿不是有一个五格的公共秩序的 buff 嘛，对不对啊？所以有那个的话呢，就不用太担心，并且的话呢，还可以多两个士，这样的话也可以多造兵。所以说的话，调一下是很重要的啊，是很重要的。然后旁边贸易的话呢，给大家说一下，它是自动全图贸易，是不是很先进啊？这个中世纪啊。自由贸易全图，只要没跟你打架的，然后有这个接壤的，或者说是海上可以连通的啊，都会这个自动贸易啊，自动贸易啊，这样的话很省力啊，很省力啊。然后概况的话呢，也没什么好看的啊。然后的话呢，再往右边就是我们的科技树了啊，科技树。那么这个科技系统的话呢，其实呢也比较的简单吧啊，只要你这个满足了相应的这个条件，就可以给你解锁。比方说，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有个技能专家啊，这个大家看一下啊。招募十队或者说是住房序列里面提供的部队都可以包含在内啊，只要到了十队就可以解锁，然后的话才可以点科技，一开始的话是都不可以点的啊。有军事还有内政栏，那么尽可能的话呢早点解锁，然后的话你可以早点研究，这样比较划算一点啊。那么这里的话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话呢是舰府的科技，然后这边锚兵远程还有工程部队啊。那么工程部队的话我们这边提一嘴啊，他这边点满啊，点到最后一个才可以解锁这个弩炮，也就是投石机啊，这个之前的话这四个都是不行的啊。然后再过来骑兵军事为王，卫队轻卫以这个招募啊。那么这边招募的话大家看一下，它就会加这个招募容量，大家看到没有？哎，招募容量，这样的话你可以造这个更多的兵，就是它上限会提高，招兵里面上限会提高啊。然后的话呢，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什么？这几个东西啊，最重要的是这个军事为王啊，这个东西的话呢是一定要你的某个将军啊升到十级。那我跟大家说，十级很难升的啊，很难升的。我那个战掉全图啊，这个五分之三已经玩到了99回合了，99回合我的大帝或者说我的国王啊，也不过就是这个九级半啊，这个还没到十级啊。因为你十级之后的话，你可以这个加25%的补员，这代补员真的是很费劲的啊，补得很慢啊，补得很慢啊，很重要。这样的话，你的新兵，无论是你的新兵还是你的伤兵啊，这样都补起来都会很快。然后内政的话也是一样的啊，什么农业啊、工业啊、军事支持啊、社区贸易领导什么之类的，这我们就不一一去看了啊，不一一去看了。我之前玩的势力的话就是这个啊，就这个势力啊，就这个斯特拉库特啊，斯特拉库当啊，这。然后再往右边看就是外交。外交的话呢，我们这个势力啊没什么好外交好搞的啊。你要是玩上面那个拉裤头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搞一搞外交的，可以去全图讨钱，很多势力都会给你的，可以把这游戏呢完成这个全面战争传奇啊，这个讨钱的王座啊，真的是可以玩成这样子啊。我们这个的话就基本上都讨不到啊，都讨不到啊。我们出生的话呢是国力排行第二啊，那么很快我们就会被人超越的啊，就是比方说这些什么多王格鲁啊都有可能，包括我们下面的这个莫西尼都有可能会超越我们啊。这个别看我们第二啊，我们这个难度非常高，后面就是我们下面这个莫西尼还有我们上面的这个什么诺斯雷德都会打我们啊，都会打我们啊，可以说是四面楚歌的这么一个境地啊。然后离西萨克逊的话也非常近，我们跟他关系也不太好，也不太好啊。然后这个就是派系了，刚刚派系的话呢给大家看了这个封地，对不对啊？旁边还有个东西呢叫做总督，总督这个东西啊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对不对啊？这个派一个将领啊去统领一个这个行省，然后提供这个增益，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个派系刚上来啊，这个总督我跟大家说给的是乱七八糟，一片混乱啊。你就比方说我们看看这个卡尔啊，这个卡尔大家看一下，有个特性大家看一下，是加 20% 的这么一个商业属性，然后旁边的话还有什么这个腐败啊，这个腐败加10投机取巧，这是一个负面属性啊，这是个负面属性啊。然后还有是什么傲慢也是个负面属性啊，上面一个谎话连篇啊，加任务，这个对于总督来说的话是一个正面属性啊。坚持原则减5啊，你一个坚持原则和投机取巧，你是不是在逗我啊？你是一个坚持原则的投机取巧的人有点问题啊，有点问题啊。他的话没有妻子啊，你可以给这些人娶妻子，娶妻子的话呢可以让他们，比方说啊你娶到一个给总督加这个政务的，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总督的话呢效果就更好啊，但是这个看运气啊。而找老婆的话呢要钱的，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才能找一个，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除非钱比较多，一般的话是不怎么搞啊。那么这个家伙呢是一个货值商人，他是加 20% 商业的，那么他应该给谁呢？他应该给到这个东图尔丁。那么为什么给了东图尔丁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东图尔丁这个行省大家看到没有，自带一个这个铸币厂啊，铸币厂就是商业的，它这里面经济的话分三种啊，
商业，然后这个工业，还有就是农田啊。农田的话就是绿色的啊，工业的话就是黑色的，然后这个金色的呢，或者说黄色的，就是这个商业的啊。所以这个行省的话呢，是一个商业行省。其实呢，旁边这个西托尔丁呢，等你再把这个升过之后啊，跟旁边这个是一样的，因为他们这个主建筑是一样的，都是市场嘛，升出来的建筑的话也是一样的啊。不同的这个主建筑升出来建筑都是不一样的哟。比方说我们旁边这个行省啊，它是这个长形大厅啊，它的话呢就不能造旁边这个铸币厂啊，就建筑就会不一样嘛啊。所以说我们一开始把这个总督的话给它放到这儿来啊，然后我们最上面这个行省的话，大家看一下，它是有这个教堂的。啊，教堂的，然后下面这个行省的话呢，等你把旁边这个势力给它打掉，就是我们一开始要打的势力啊，打了之后的话，你会发现这边一排啊都是加农业的建筑，所以呢你心里就有数了，对不对？那么这里几个总督啊，这个家伙呢是这个商业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再往上面看，这个家伙是比较平庸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有降低一个10%的这个作坊的这么一个效果啊。然后再往上啊，这个莱奥温纳的话，我们看一下。它是有一个这个看到没有，加20%农田的，所以你就懂了，对不对？你就应该给它放到这个地方来啊，昂姆德内斯。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叫做托尔啊，雷神托尔布兰德的一个家伙啊。然后他的话呢是一个笃信宗教，降低修道院的这么一个修炼成本，所以你又懂了，对不对啊？他还有一个加什么粮食产量这种东西啊，所以说你就懂了。哎，等一下，这个地方它会降低公共秩序三格，这种就很恶心啊，这就很恶心啊，政务只有一格。很难受啊，但是的话呢，我们还是主要以这个东西这种特性为主啊，所以说我们这里先把他们所有的公职给它解除掉，重新这个给一下，他们全部都是乱的啊，全部都是乱的。那么这里的话呢，你把这个本来啊高高在上的一省总督啊，给他这个撤职，给他撤职了这个贵族，你会发现他们忠诚度啊掉得非常低，看到没有啊？这个撤职啊降了两格啊，如果你不给他给回去的话呢，他就100%会叛乱了，就是这种零的啊，这种零的啊。那么我们这边啊，按照这个特性给他给回去，给他给回去啊，看好啊，不要给错了啊。这个是农田的，这是农田的啊，农田给到这边来啊。好，然后那个修道院修建成本的啊，你去上面，对，然后你去这边。好啊，那么这样分配的话呢，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热枕，这个家伙热枕是最高的，它有五格啊。那么热枕有什么效果呢？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热枕是可以提高公共秩序的啊。其他几个这种什么被围攻的士气，这个一般般啊，主要是它公共秩序啊。那么这个家伙公共秩序给到哪里去了呢？它是被放到了这个行省，而这个行省公共秩序最低的一开始啊。那么给完之后的话呢，大家看一下，这就负一了。等我们把那张打完，加五，这样的话就正过来了啊，正过来了。当然了，其他几个的话就相对来说会低一些，这个比方说这个负八，对不对啊？但是加五之后啊，也就只有负三了啊。这个负五加五之后就只有零了，所以说不慌啊，不慌。那么还有几个特性来给大家看一下，比方说我们这个国王为例吧啊，刚刚看了热枕，对不对？然后这个政务的话，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越往上的话呢，降的腐败越多，然后成本降的越多，这就是我们总督的一个主要属性啊。然后旁边这个统帅的话呢，就是加这个部队士气的。啊，并且的话呢，解锁技能的啊，解锁技能的。然后旁边这一排随从的话呢，就是升级之后点技能啊。将军的话呢，一般点第一个，加你的这个将军卫队，并且呢加这个统帅啊，主要是加这个统帅啊。然后这个总督的话呢，一般是点这个暗读书吏加这个政务和加经济的。如果你觉得公共秩序不太行啊，你就加这个热枕啊，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这个国王的妻子啊，叫做艾迪尤斯啊，是一个社交广泛的妻子。对于一个妻子来说啊，我总感觉一个社交广泛的妻子不是这么好词儿啊，有种交际花的感觉，对不对啊？那么这个老婆啊，就是很适合啊这个总督的这么一个老婆。对于这个主帅来说啊，或者说是国王来说、啊、就会很一般啊。他家影响力还行吧，对不对？但是政务和下面的属性的话呢，都派不上用场，因为下面的属性的话一定要是这个总督才行啊。上面的话加政务，对我们来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有是有一点点，但是的话呢没有太大意义，还是这个统帅比较重要一点啊。好的，然后的话呢，这个派系里面的话呢，这个总督与封地就讲完了啊。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这个家谱与政务啊。然后旁边的话呢，还有一个其他贵族啊。那么这个所谓的其他贵族就是外人，就不是我们家人啊，就不在我们这个关系表内啊，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啊，或者说没有亲戚关系的啊。那么想让他变成亲人的话也很容易了，你可以把他收养进来啊。当然了，他这个收养的话呢可能会失败，就是比方说他要多要点钱，多要500块钱，就得多给他500块钱，这样才能把他收养进来啊。那么他本身的成本的话就要1700，所以说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啊。你就比方说这家伙啊，他的这个影响力非常高，对吧？功高震主了，你可以选择诋毁他，看到没有？可以选择诋毁他啊。而他的话也有可能会诋毁你啊，这相爱相杀嘛，对不对啊？然后旁边的话还有什么寻求配偶啊，耶路效忠啊，刺杀人物啊，什么举办宴会等等等等很多事情啊。这个前几代都有啊，我就不多说了。那么公职的话，在这一代的话只有三种，一个是国王爱将啊，
一个是审判官，一个是税务官，一开始的话都给过了啊。如果印象给别人的话呢，就会降低前一个的这个熟人度啊。一般来说的话是不要换啊，不要换啊。那么相应的话呢，它一个是加统帅影响力还有忠诚度，另外一个是热忱影响力忠诚度，还有一个是政务影响力忠诚度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好的，那么这一圈讲完啊，终于是给大家把这个该说的给说的差不多了啊。我觉得我们这期时间都已经没有多少了，对不对啊？我觉得目前全网的话应该是没有比我讲的更加这个详细的视频了啊，这个真的很费时间啊，真的很费时间啊。好的，那么到这边的话呢，终于该轮到我们的战争上线了啊，战争上线了啊，来先把这场打赢啊，不打赢的话你这公共秩序肯定是不行的啊，来走起来啊，走起来。好啊，就这将军啊，就这将军啊，他叫安德伍夫啊，这个名字非常熟悉啊，我不知道他哪听过啊。那么他的话呢，这个是我说了嘛，他是 T3 的一个剑兵，并且是三级，大家看到没有？三级啊，将军用来打完全打不过啊。那么我们将军的话本身也比较菜啊，只有一格的统帅啊，所以说没有骑兵的话呢，打就比较累。所以说我们这边征了两只骑兵，哪怕是残血也是可以的，也是够了啊，只要能超这个弓箭手，然后能装屁股就可以了啊。那我们这边的话呢，有一个这个诺森布里亚乡绅战士，还有一个平民毛兵，就最垃圾的毛兵啊。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平民斧兵，然后平民弓箭手两队，然后乡绅骑乘兵和一个斥候骑乘兵啊。那么敌人这里的话呢，一个是安德伍夫，然后两只平民毛兵，一只平民斧兵，一只平民弓箭手，还有一只这个斥候骑乘兵啊。就这个将军比较强一点啊，比较强一点啊。好的，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啊，直接进入战场。OK， 我们进入战场了啊。那我们首先映入眼帘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傻乎乎啊、非常呆萌的熊猫国王啊。你说说看，你这个打扮，对不对啊？你戴个王冠也就不说什么了，你好歹是国王对吧？要维持一下威严。但你这个眼窝是什么情况啊？什么烟熏妆能熏到这种程度啊？啊，这个我跟大家说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敌人啊，都不用担心找不到我们的国王怼啊。这个对吧？大喊一声，对面的人群中窜出一个光头啊，不对，窜出一个熊猫就盯着他射，准没错，对不对？就这种感觉。在这个古代的战争中啊，他这个将军的穿衣打扮的话有两种风格啊，哪两种风格呢？一种是啊，让自己穿的跟普通士兵差不多，这样的话呢就保证自己的安全啊，不太容易死啊，不太容易被人家这个冷箭放死啊，或者怎么样。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穿的特别的显眼啊，然后的话呢，这样的话发号施令起来，让你的士兵更加容易看到你啊。我觉得我们这个国王啊，你就是这个第二种定位，但是你又不是个骑兵，对不对啊？你穿的再那什么，眼睛再黑，该看不见你的还看不见你，是不是这个感觉啊？那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将军卫队的话呢，叫做军阀清军卫队啊。那么比对方的那个皇家卫队的话呢，是低了十格的这个近战技巧啊。那么这一代的话呢，是写的是近战技巧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结合了命中和格挡能力，也就是命中和闪避了啊。那么在战锤里面的话，其实就意味着对方比我们高了十格的命中和十格的闪避，就是二十格的属性了啊。在这里面的这十格的话呢，真的是差距很大的啊。如果你用你的这支将军卫队和对方的这支将军卫队一 v 一正面搏杀的话啊，我们这支死一半人，对方可能只死个十个人啊。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招骑兵的原因啊。当然了，更多的原因的话呢，是为了超敌人的弓箭手啊，因为这个打起来的话啊，就是一定要把敌人包起来打，这样打得快一点，损失低一点嘛啊。那么如果对方弓箭手没有骑兵去抄的话，你想一想，你去抄别人后的步兵啊，那不就被对方的这个弓箭手给直接给这个射程知道了吗？被射了啊，被射了啊。那么这边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农民兵啊，这个平民斧兵啊，平民斧兵穿着打扮的话我就不提了，好吧啊，就拿着一个这个圆桌盾啊。为什么叫圆桌盾呢？啊，你想想看啊，就是这么大个盾牌还是圆的，是不是啊？如果打完仗，打完胜仗啊，这个随便找两个木头，在这个圆盾下面一支，是不是就是一张桌子？所有的士兵啊，所有的士兵，这个打完仗啊，都不需要去找伙房，就地野餐。我估计可能是受了这个圆桌骑士的启发吧，啊，就发明了这种圆桌盾啊，什么玩意儿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旁边啊，那么旁边的话，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枪兵啊，诺森布里亚乡绅战士。我跟大家说，这个怎么样？是不是长得和旁边的那个这个平民兵就差得很远了，对不对啊？不仅有这个皮甲啊，有点像皮甲，也有点像那个金属的感觉，对不对啊？上面好像镶了一些金属，是吧？然后的话呢，腿上大家看一下啊，八路军是你吗？啊，是你吗，八路军？这个好像八路军是白色的啊，他这是会染色的八路军战士啊，这个护腿差不多啊，裹腿啊。然后的话呢，盾牌对吧，皮盾，然后上面的话镶一圈的这个铆钉啊，其实装备已经算不错了啊，在不列颠这边啊，已经算不错了啊。你看看旁边这个平民毛兵，你就知道为什么说他不错了，是不是啊？就一身布衣加个这个圆桌盾，是吧？什么都没有，什么甲都没有，看到没有，什么甲都没有，衣服上还有补丁，你看看啊，这边一块补丁，屁股上一块补丁啊，真的是惨啊，真的是惨啊。
然后旁边这是我们的骑兵啊，那骑兵的话呢，这里有没有一对赤候骑，还有一对这个先生骑啊。赤候骑的话呢，穿着打扮的话就是非常的这个普通啊，布衣加这个皮盾啊，戴一个这个非常薄的这个白铁皮的这个帽子。然后我们这边乡绅骑的话呢，就相对来说比较不错了啊，有一个锁子甲穿，还有一个这个比较打扮的比较好的一个头盔吧，啊，应该只能这么说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对面的部队啊。那我们面前这一位啊，戴着锁子甲头套啊，两个大眼睛不灵不灵的呢，就是对方的这个皇家卫队啊，就是那个 T3 的将军卫队啊。那么他的话呢，看一下。属性的话看到没有，命中技巧，近战技巧的话是55格啊，就这10格啊，很恐怖啊。然后的话呢，旁边这个看到没有，就是对方的主将了。我发现这个主将好像都比较偏矮一点，发现没有啊，偏矬一点，是不是啊？我感觉士兵都比你们长得好啊，都比你们长得高，是不是啊？那么这帮子人呢，就是这个忽悠这帮农民兵起义的这个头头啊，要不是他们的话，农民兵应该是没有这个想法起义的，你知道吧啊，可能这个百姓们都不知道起义是什么意思，哎，就你们对不对，把他们给撺掇起来了是吧。然后旁边大家看一下，这就是他们的农民或者说是平民吧，都不是农民啊，平民府兵啊，也是这个宇宙盾啊。宇宙盾的话这个是大家都用啊，非常这个流传很广的一个装备了啊。包括旁边看到没有，平民矛啊，平民矛也是拿这个宇宙盾啊。然后在旁边也是一对这个平民矛，也就敌人有两对平民矛，一对平民府啊，然后呢有一对这个骑兵啊。那么这骑兵的话呢，其实跟我们的骑兵一样，只不过它是一只满血的，我们两只是残血的。我们这边的两对骑兵加在一起的话呢，也不到这个半血吧，敌人这个骑兵的话呢就是一对满血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优先打的对象啊就是对方的这个骑兵啊。这骑兵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他开这个锥形针撞你屁股还是很疼的啊。所以说我们这边啊，这对府兵啊，看一下我们这边布阵啊，这边毛兵和将军卫队，这边三只的话直接刚正面，注意不要让你的将军和他将军正面刚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这个府兵和这两队弓箭手的话呢，府兵吸引骑兵注意力，弓箭手的话呢疯狂输出啊。然后这边两队骑兵的话去抄后面去，把他的弓箭手给抄掉啊。那么这个府兵刚这个骑兵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一代的话呢，不只是有毛兵是冲锋毁灭者，我们府兵也有，所以说的话呢，只要站在原地不动，对方冲过来的话呢，就会被我们这个抵御住啊，就会很爽啊。然后的话呢，弓箭手疯狂开启这个火箭射击啊，会有骑兵加成的啊。然后呢，记得把自动规避给它关掉啊就可以了。然后这边把骑兵打掉之后的话呢，府兵直接超后啊，因为这边的话呢肯定会和我们这边部队刚起来嘛，然后府兵一个超后，这样的话呢正反把它打掉，然后骑兵把对方弓箭手超掉之后的话也是啊撞回来，把对方的这个屁股给打撞掉，基本上呢就结束了啊，结束了。第一仗嘛不会很难啊，不会很难啊。OK，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直接开始啊，来走起，看一下我们这边将军卫队啊向前冲锋的样子。你们在干嘛？哎，你们还要躲在这个草里面吗？啊，虽然这个草是挺这个茂密的，大家发现没有啊？你说你现在出门看看哪个草坪能长那么高，是不是啊？这个不仅是高啊，还有那么多的红花，哇，很美啊，对不对啊？随便找一片，对不对啊？然后再拉个妹子就美滋。当然了啊，就算是这么美的地方，也会被我们撒上战争之血，对不对啊？即将发生一场大仗啊！这边还有什么和平鸽吗？啊，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哟，好多只啊，好多只啊！这个那么野餐的食材是不缺的呀，啊，对吧？反正有这个圆周盾嘛，随便让弓箭手射两只鸟下来，这不就就地野餐吗？军粮也解决了，是不是啊？好，那么这边的部队的话已经慢慢开始往前走了啊。那么对方目前还无动于衷啊。基本上呢，当你的步兵进入对方弓箭手射程的时候啊，这个敌人的步兵的话，或者说是骑兵的话呢，就会全军出击。那么对方骑兵的话呢，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啊！你一定要让你保证让你的府兵吸引到注意力啊！万一他的骑兵绕开你的府兵的话呢，这个就很难受了啊，这就很难受了啊！来这边的部队的话呢，全部开启盾墙，这边已经开起来了啊。其实这里呢也开起来了啊，看到没有？也开起来了啊！只不过他盾墙这个姿势啊，有时候摆的比较慢一些啊，其实呢是开起来了啊，只要有那个效果就行了啊。这个姿势的话其实是无所谓啊，其实无所谓啊。来往前走一点啊，再次开盾墙。它盾墙的话呢，它又 有一个这个时间的，发现没有啊？它不是说开就直接开的啊，它会稍微等一等啊，它会先往里面聚一聚，然后的话前面蹲下，看到没？这边吃一轮，对吧？其实是已经开了的啊，这轮吃不吃呢，其实无所谓啊，其实无所谓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敌人的骑兵，大家看一下敌人的骑兵的话已经是蠢蠢欲动了，发现没有？然后的话呢，开始了一波，看到没有？你为什么会慢动作跨越啊？啊，我们这里的每一个骑兵啊，都是这个骑术高手。马术高手啊，这非常能跳啊，非常能跳啊，疯狂跳！哇，还有好多鸟，看到没有？哇，火箭，对吧？直接射脸啊，直接射脸啊！然后一波冲锋冲进我们的斧头这个兵群里面啊。但是的话，大家看一下啊，
冲进来一波，我们基本上没怎么损血，发现没有？哎，基本上没怎么损血啊。然后的话呢，弓箭手赶紧射啊，赶紧射啊。然后斧兵的话跟他正面刚啊，这个稍微刚一会儿他就会跑，看到没有？他就会跑。然后的话呢，弓箭手背射，看到没有？这个背射效果杠杠的，看到没有？本来逃的时候还有个半条血左右，但是被我们背射的话，分分钟就没了啊，分分钟就没了啊。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对方这个步兵啊冲锋的模样啊。待会儿的话呢，这个我们会主动出击啊，因为的话呢，这个盾墙的话呢是没有办法抵御这个步兵冲击的啊，同样的也没法抵御骑兵冲击啊。所以说的话呢，就挡弓箭用啊，就挡弓箭用啊。所以说的话呢，当步兵正面刚的时候，还是要冲上去啊，这样的话给自己获得一个这个冲锋加成啊，不然的话呢就很浪费了。来看一下正规军和农民兵之间的这个正面搏杀。啊，正面搏杀。那么这里的话，大家仔细看啊，我的剑兵的话，看到没有？我的这个将军的这个部队啊，是和对方的矛兵刚起来了，而对方的将军的话呢，看到没有？是穿插进来的啊。这样的话呢，就不是正面冲，就不是正面的这个一对一啊。哪怕是这个样子，你打二也不会死得很快啊。如果引诱你的将军跟他将军这个正面一打一的话呢，就会死得很快啊，真的是这样子啊。然后的话呢，这两支部队的话就负责把敌人给拖住，然后旁边的话呢，这个骑兵不是被我们射跑了吗？然后这队斧兵的话就超过来，然后我们的骑兵啊早就已经冲上去把他的弓箭手给抄没了，看到没有？只有一丝血了啊，只有一丝血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骑兵杀敌的样子，来给他一毛，来，那、啊、这帮弓箭手的话呢，只有一把小匕首，你们看到没有啊？都小刀吧啊，这匕首说的可能长点啊，小刀啊。然后的话，我们这边拿的都是什么？都是长矛啊，一捅一个，一捅一个，一捅一个的那种感觉啊，怼完就可以回来了，看到没有？白旗就可以拉回来了。然后我们这边的斧兵直接抄到这个后排来，然后把这个部队给它包掉啊，给它包掉。然后这边的两堆屁股，大家看到没有？两堆屁股啊，被我们骑兵撞的话呢，正好啊，正好啊。我们来这边看一下近景，好看一下，哎，骑兵啊，虽然我们这边骑兵很少吧，一队只有个十几个人啊，两队加起来的话也就二十多个人啊，但是的话呢，骑兵就是骑兵，骑兵就是骑兵啊，撞屁股就是骑兵强啊，撞屁股就是骑兵强啊，你就稍微撞一撞，你看他们看到没有？就开始闪烁了。然后旁边看到没有，这队已经白了，就我们这斧兵稍微撞上就白了啊，看到没有，全白啊。所以这代的话呢，其实跟前几代全战的话也没有太大区别啊，还是这个正面刚住然后撞屁股这么一个套路啊，这么一个套路。只不过的话呢，这个把弓箭手的话呢削弱了一下，然后把骑兵也削弱了一下啊，更多的话呢是要用这个斧兵啊，斧兵和剑兵之类的。但是的话呢，骑兵其实我觉得用的还好啊，这个哪怕他没有前几代强，但是的话也不是很弱了，也不是很弱啊。尤其是将军的话呢，现在是就是血量啊掉到20%以下啊，20%好像是啊，就不才会死啊，才有可能会死啊，不像以前什么直接撞一波啊，直接就这个将军给冲死的这种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啊，不会再发生了啊。然后那边两队被已经打白的部队的话，用骑兵去追，然后这一队的话有火箭，用火箭啊，因为他已经白了嘛啊，就是或者说你要把敌人士气给打崩的话，你就用火箭好了啊，不追求这个杀伤啊。把敌人打崩之后，敌人开始逃，然后你再打的话呢，这样的效率这个杀敌效率会高很多啊。那么用一队毛兵来跟他刚，然后火箭手的话呢继续射啊，然后骑兵的话把那两队给追掉，然后中间的部队的话呢就围杀他的将军啊，就围杀他的将军啊。这个地方虽然我的将军跟他正面搏杀了，看到没有？但是我们是包着打的啊，是包着打的啊，只要不是这个一杠一啊，只要不是正面一杠一，我们都不虚他的啊，都不虚他的啊。他后面很多部队的话呢都被我后面那些部队给分了心了啊，不能全心全意的投入对我们正面的作战啊，所以说不慌他啊，不慌他。就是两支将军卫队之间的搏杀啊，两队锁子甲部队之间的这个较量啊，哎，还有一些披甲部队混在里面啊。那么稍微围杀一会儿啊，稍微围杀一会儿的话呢，他们也就崩溃了啊，也就崩溃了啊，毕竟士气摆在这边嘛，对不对啊？你这个正面和你好几倍的敌人打，我觉得你可能还挺得住，但是如果你被包起来呢，如果你被三四倍以上的敌人这个360度直接包起来打的话呢，你挺不了多久的啊，我相信绝大部分的部队都挺不了多久的，对不对啊？我们来看一下双方战损啊，我们这里的话呢一共是786人啊，打对方720人，我们损失了114人，对方损失701，酣畅大胜啊。杀敌数上面的话，我们这个将军看到没有，砍对方毛兵啊，杀了96人啊，然后我们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毛兵的话，杀了89个，普通毛兵80，这个77 32 31，这个主要是射骑兵啊，这弓箭手是射骑兵，真的是很好用啊。然后的话呢，当然了，前提是背射啊，如果是正背射的话，其实也射不死几个人啊。然后我们的骑兵啊，虽然人数不多，看到没有，但是杀敌数大家看一下，127 168。好，那么打赢刚刚那仗之后的话呢，我们的熊猫国王啊终于是升了一级了啊，给大家点出一级的这个冠军勇士，所以说我们的统帅终于是到了2阶啊。
我说了嘛，阿尔弗雷德大帝啊，出门十个统帅，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啊，太大了。所以人家是简单，我们是困难嘛，对不对啊？然后啊，我们这边看一下，我们有4150块钱啊。这支部队的话，先往让他往南下走啊，进这个城，等我招一下兵，然后直接西进去打这哥们儿啊。把这帮哥们打掉的话呢，让我们把这个农业星城的话给它统一掉，进而解决我们的粮食问题啊。然后呢，我们这支部队啊，这个先不招兵啊，先不招兵，我们先把这个该造的建筑给它造了啊。现在的话有4150块钱啊，这边我们先升一级这个铸币厂。铸币厂的话呢，是好像是唯一可以直接升一级翻倍的建筑吧？大家看一下，它现在是原来是161块钱啊，升一级直接变成322块钱啊。这个普通的，你比方说啊，这个矿场，你看升一级啊，不仅要减公共秩序，而且的话呢，只加大概80块钱啊。那种那个什么渔场啊，什么这个牧场啊，加的钱就更少了，有的甚至是不产钱啊。大部分的话都只升级的话加个几十块钱的样子啊，所以说铸币厂这是一个经济上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单位了啊，一个建筑了啊，就给它升掉。然后的话呢，把这个隔壁啊西土尔丁的这个主建筑给它升一下，把我说了嘛，把这升掉之后的话呢，这边出来一个格子，我们也可以造一个铸币厂，这两个是一样的建筑，大家看一下，哎，一样的建筑啊。好，然后的话呢，还有439块钱啊。那么这个439块钱的话呢，这个地方其实你可以抉择一下啊，你可以选择。就是直接把这些钱拿来造兵，然后的话呢，直接南下把这个城给打了啊。你也可以选择让这个你的友军来打，因为你旁边不是有一个这个附庸国嘛啊。只要你宣战了这个家伙，你的附庸国的话肯定会拉个十几支部队过来把他干掉的啊，这是肯定的啊。但是的话，我这边的话呢，就选择是尽量把这个城给占了啊，因为这个城如果你不占的话呢，会被旁边这个打掉，就这个德约比，要么就被盟友打了。然后盟友的话又守不住这个城，因为后面的话我不是说了嘛，他这个莫西亚很快就会打你。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城是作为一个前哨城的存在啊，尽可能的话呢是把它守下来是比较好的啊。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造一个骑兵啊，你不要问我攻城战为什么要造骑兵啊，你不没一支部队里没有骑兵的话呢，这个野战不太稳啊，这主要原因啊。然后的话呢，我们就不造这个什么平民毛兵了啊，占这个粮食啊。我们要造的话，造这个什么侍卫府兵啊、侍顿兵啊、长府兵啊、平民府兵什么之类的东西啊。我们这个派系的话呢，这个这些兵还这些还不能造啊，这些的话需要这个科技研究啊。不过的话呢，很快的啊，很快的啊，这个看一下，看到没有，已经四队了啊。因为他这边的话呢，什么驻防序列什么都可以包含在内的啊，他这边已经是四队了，我们只要造这个六队的这个府兵就可以解锁科技了啊，非常快啊，非常快啊。好，那么我这边的话呢就结束这一回合，应该没什么需要干的了啊。那么这一回合的话呢，我们还是照例啊，就是每个系列的第一期这个回合结束的话呢，不给大家跳过，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个势力啊，多少个势力来。好啊，那么我们北边这个家伙啊，我们北边这个家伙的话，我看看啊，这边谁宣战了啊？东昂格鲁和西拉区又打起来了啊，然后这边一条狗一只狮子打起来了啊，不用管他们啊。这个北边这个势力的话，我跟大家说，你别看他土地那么宽阔，你看到没有啊？他很弱的，他很容易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玩这个势力，这个斯克拉库特的话是会打他的，完了之后的话，他还特别喜欢北上跟这家伙打，然后呢又打不过人家，然后呢就被人家灭完了啊。那么这一代的话呢，其实主力如果被灭了的话呢 ，AI 是很容易死的，因为他补兵池里面招不出更好的部队了嘛，所以说经常的话就只有一个光杆司令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要随时准备招一支将军，然后上去战城。啊，就当他上面不行的时候，我们就直接上去啊，直接上去啊。然后他的话，在到了某种时候的话，他也会直接宣你的。更多的时候的话，是跟南边的这个莫西亚一起宣你，所以特别恶心啊，特别恶心。然后这边啊，我们有个总督升级了。总督升级的话呢，这个是那个五热枕的家伙啊，你就点这个吧啊，暗度梳理啊。因为这个公共秩序的话呢，前几回合都比较稳的啊，不会出什么事情的啊。然后你这边啊，赶紧这个招兵啊，招兵啊。主队我看一下啊，主队现在是8支部队打他的话，他大概是个11支左右，我们招个大概11-12支就够打他了啊，就够打他了。骑兵的话3-4支应该差不多啊，应该差不多。我们把更多的这个部队的话呢，留给下面招，就是步兵啊，留给下面招，让他的话呢去攻城啊，去攻城啊。我们这边的话就招点扛线的，然后剑兵啊、矛兵啊，然后就没钱了。这个就比较恶心啊。那就先招这么几个吧，招完这两个的话呢，我们的粮食变成十啊，变成十啊。那你这边再招一个，你这边再招一个这个长斧兵啊，长斧兵啊。好啊，这样的话粮食为零啊，零的话还好啊。然后如果是负的话呢，就会降低公共秩序了，那样的话就很可能会翻车啊。那这边直接往南边走。
好，这边这个六队的话是不太够的，像工程的话呢估计是不太够的啊，后面的话可能要稍微付一付粮食，然后去这个就是强行造点兵了啊。这边将军的话给他升一下级啊，就是升一下这个装备了。这一代的装备的话呢很坑爹啊，他基本上呢只加一格弓和一格防啊，大家看他现在啊12格防和35个弓，然后我们升一级。看到没有，变成36和13啊，只升一级啊。也就是说金剑金甲的话也就高这么个3格攻击和3格防御啊，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啊。然后这回的话我们就没有钱了，就造不了建筑了，造不了建筑了。好的，那我们这一期的话呢差不多给大家做到这边了，因为之前的话这个背景大家讲了很久，还有这个内政什么这些给大家说了很久嘛，时间是已经不太够了啊，就不太够了啊。好，那么我们全面战争传奇不列颠王座的第一期呢给大家先做到这边啊，我是阿姆西，我们下期再会，拜拜。如果在你明亮的世界里面我只是阴影，如果在你轻柔的嘴角眉间装满了风雨，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对你说一句。